今天一早我在开会的时候听到最难过的消息，就是我们小弟弟离开了人世。这位小朋友在我们医疗团队全力的积极的救护下仍然不幸离世，对此我们感到十分的沉痛，十分的遗憾。虽然我们尽了全力，双和医院、台大医院所有的小儿重症科的专家在第一个时间跟事务团队、跟卫生局伙伴，极力的抢救小弟弟的生命。过程当中，再怎么尽力，没有挽回小弟弟的生命，我们深感自责。我们希望小弟弟能够平安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